叫杨昌琴，是一个90后的苗族，来自中国的十大族乡之一贵州赤水，也是我们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族边的第六代传承人。我从小用我妈妈的话说，是非常倔强的一个人，性格就像竹子一样，比较不屈不挠，一般不会轻易选择一件事情，选择的话我就会死磕到底的那种。我从2007年开始学习竹编工艺，到现在已经12年了。以前的话咱们的手艺是比较传统的嘛，后来的话我始终在想，咱们赤水竹编的话也只有创新，把传统手艺和更多的设计跨界的融合，创新的发展，然后和现代的这种生活审美融合，它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传承。所以也开发了一系列的竹丝扣瓷精细立体竹编系列，比如说咱们的酒具、茶具、灯罩啊、包啊，这些首饰啊、小配饰这些，还有就是咱们现在接受更多的这种私人定制的产品，客人可以做成他想要的款式，这些都可以。我是2012年成立的千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，就是希望牵更多的人的手来发展传承好我们的竹艺。我觉得它不仅是非遗，也可以作为脱贫攻坚的特色支柱产业来做。每个地方的非遗它有每个地方的特色，也是咱们乡村振兴以后的一个文化的支撑。我都教了我们赤水的各个乡镇的村民们学习竹编技艺，至少有2000人以上了吧。我的员工80%是我们当地的留守妇女嘛，我把我们的这个竹编手艺交给他们，他们能够凭他们自己的手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会提升自我的一种价值吧，我觉得就是特别欣慰的地方。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完成咱们的梦想，也希望咱们的每个人的小梦想组成咱们中国的中国梦。